地窖里面还有一些老姜，现在要准备拿出来一些。我家的地窖里面呢，老姜还只剩下这一些部分呢，就是那一堆，所以我们家这个老姜没有多少了，有一些都已经发芽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就是嫩姜。这些老姜差不多有200多斤，你看这个都已经发芽了。给你们拿一块生姜，这个就是嫩姜了。这个嫩姜呢，它是可以吃的。哎呦，终于从地窖里面出来了，太多的花蚊子了。哎呀，我拿了差不多有20多斤的老姜啊，看一下。我们家这个老姜不仅非常大块，而且姜香味是非常浓的，都是老姜啊，它里面的肉味也是金黄金黄的，也是小黄姜。这样的老姜和小黄姜你们喜欢吗？哇，这姜香味真的是太香了，好浓烈啊。哎呀，现在要拿回去发给网友们了，拜拜。好看。